梦已经破碎了，主人会得不会血肉的气味玷污了这个地方。他们傲慢无礼，不配接受他的赠礼。他已经苏醒，因此他们将代替他沉睡，让他们的血肉成为赎罪的祭品。他们的梦已经破碎了，主人会得到他的礼物。会饱餐一顿，不堪一击的他们不是你要找的，主人。我们会找其他人来开启道路。
差太远了。我需要先选定目标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加我分，将我的憎恨化为雨气。我需要靠近你。席上有六位贵宾，每个都想满足自身的饥渴，其中一个会吞噬掉其他。
靠近了。他太迟了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